湘南的时令小吃，和清明节前后吃这个。绿色的就是它的里头那个艾草的纤维，面是糯米粉。三月初到四月底，四季的口感正好，天气的一个温度，这四季就来发酵了。纯的鱼肉加上一点蔬菜，会吃的人会说，一点腥味没有，肯定不是刀鱼。最新鲜的蚬子煮出来的面非常清淡、鲜，都是原味原汤。真正的奥义就是要多卷一些东西，去吃那个最复合的口感。除了这个带骨头硌牙的，你都可以往里卷。从小我的母亲就会利用山野间最原始生态的食材给我们兄弟姐妹做最美味的食物，在我看来这就是家的味道。在每年槐花盛开的时候，妈妈都会给我们做这个槐花麦饭，来尝一下一个春天的味道。每年都有春天才有，不管这几天就没有了。用开水烫一下就是凉拌，清凉解毒的，对喉咙是相当好。